定在运通。欢迎收看古奇来点名。那今天整个大盘呢再度的往上走，会员手中持股呢也一路的往上走。除了一档刚刚布局全部大涨，标题上写的全部是会员的持股。那今天往上涨了以后呢，我上礼拜怎么跟大家谈，我说红包行情来了，我说上礼拜我没有进场的老师今天他一定会去追涨，那不然他怎么解盘？因为涨的都是 AI 的股票嘛，伟创、广达、技嘉，那之前涨的呢世新、爱普、N31涨50%、涨70%、涨1倍，这三档今天小涨，稍微整理一下嘛。那其他的呢持续的大涨。满天金条啊，至少要抓一条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今天追涨的呢有风险哦。如果你买错股票有风险哦。那你要找一些低档法人在布局的股票嘛。那我说要赚钱一定来得及。一定来得及。但你有没有选对老师？你有没有选对老师？今天下午看节目呢很好玩。每个老师都大赚。用想的也知道嘛。因为涨的都是这些股票啊，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之前的重播嘛，太多的话术解盘，话术解盘，会员说没赚到啊，或者今天去追涨的，上礼拜有追涨的，那真正大赚的，是要从低档布局嘛，赚一个波段，对不对？那大家可以去看，我们之前我每次都写在标题啊，都是这几档嘛。上礼拜就跟大家谈启动红包行情，包括什么？这个上礼拜一哦，1月11号。1月15号星期一，1月13号选举，对不对？选举完了第一天，这一天留上影线小涨，这一天就跟大家谈到什么？这修正波一定要出手，就这些股票嘛。就定力拜一了，那时候爱普已经大涨70%了，世新1倍。M31 50%，那接下来这些啊，定力拜饮嘛，公投前啊，那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操盘嘛，会员的持股啊，多少老师话术解盘？如果不是会员持股，标题怎么敢这样写？赚多少？赚很多。我比较担心的是，很多投资人又去追价，那很多老师跟散户一样，都去追。伟创上礼拜涨停。盘中又涨停，对不对？第二支，英业达上礼拜涨，今天又大涨，这低价股哦。
广达又涨，我说安心的做轿。什么叫安心？你逢低买，见大盘开高都不用担心，因为你成本很低。但是反过来，如果今天追广达的，明后天呢，你当然要担心啦。所以差别在哪里？低买，我一直强调低买哈，你要选对老师，跟对老师。那我对会员唯一的承诺就是，我只低买，让法人抬轿。那这些呢，都是法人抬轿的股票。技嘉今天又涨停啦，旗宏有没有？上礼拜讲它进入主升段，马上涨停给你看。这一笔啊，接近500张，380元的股票，降多少？降资金呢，差不多接近2亿。谁有这么多的钱？法人嘛，会员坐轿啊。窗户连涨三天，那大盘呢？之前一月初这个地方，我跟大家怎么谈？我说外资期货压低，压低回补，因为选举前他放空单避险，压低完了，这天星期三回补完了，马上大涨。所以外资怎么样？期货选择权赚钱 ，AI 的股票也赚钱，外资全部大赚，我会员持股也全部大赚。那你赚了没有？满天金条啊！那今天多少老师开盘去追，或者上礼拜五开盘去追，那你轻轻松松的布局，是不是很好赚？现在看起来很标准啊，就是筑底嘛。但这个地方谁带会员去买，这样才叫大赚嘛。英业达这底部是很明确，事实上很标准啊，第一个第二个颈线整理完了，挑战这里，对不对？好像爬楼梯一步一步往上爬，那问题是蹲下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进场？事后看都很标准了、那个叫看图说故事嘛。今天好像每一个老师全部都赚钱，我想网络的世界啊，看重播每一个人都会现形哦。再看一下广达，看看技嘉，技嘉今天涨停了、月初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看重播，我几乎每一天每一天都讲技嘉、广达、伟创、英业达，这个叫轻轻松松嘛。那今天大涨呢，就安心的坐轿啊。旗宏我说进入主升段，今天是不是涨停？最佳买点，买点上去了嘛，轻轻松松。窗户连三红，当你错过了，当你错过了像英业达、像伟创，这个地方又来了。 M31 在这里涨五成，对不对？它在整理，那同样高价股一样是轮涨嘛，能不能赚钱？那这些都会员的持股啊。这三档先涨，对不对？
那这三档今天小涨，稍微休息。那伟创、广达、技嘉、川湖、旗宏、英业达今天全部大涨嘛，当当大赚啊。那红包行情呢？我比较担心的是，不要乱追涨，看到大涨的股票，不要像很多老师呢跟散户一样去追。那你要专心专注操盘，还有什么股票可以逢低布局的？低买才能真正赚钱嘛，这个叫筑底，对不对？这一档是不是也是筑底？那这两档呢，都比较中价位的股票，一百多块，都可以去布局。像这一档呢，也已经上去了，重挫筑底的头肩底架构。那我说很多股票呢，机会它不会等人，就好像之前的伟创、之前的广达、之前的技嘉、之前的爱普，如果时光回到从前，都可以很轻松的赚到。那现在这一些股票呢，那我要带你进场，有赚波段的机会，那我希望你能把握住。重点是真正能带你赚钱的老师，机会自己把握，特别的优惠168。我们休息一下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贺成通投顾吴老师，会员持股，世新100%，爱普70%，M3E50%，伟创涨停，广达、技嘉、川湖、旗宏、英业达，当当大赚。今天特别推出168红包行情专案，下一档标股务必跟上，速洽专线02-2752-5868，02-2752-5868。法人顾问吴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财富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，02-2752-5868。贺成通投顾吴老师，会员持股。世新100%，爱普70%，M3E50%，伟创涨停，广达、技嘉、川湖、旗宏、英业达，当当大赚。今天特别推出168红包行情专案，下一档标股务必跟上，速洽专线02-2752-5868，02-2752-5868。欢迎回到现场。上礼拜四提前讲说红包行情，全市场没有人敢讲，因为这一天呢开高拉回，这一天外资大幅卖，对对，这上礼拜五涨上来了，跳空往上走，今天呢又往上走，所以今天下午整个老师呢，所有的老师全部都赚钱，总不能赚钱，能赚多少钱？我说是话术解盘，还是真正的操盘？那你需要是真正能带你赚钱的老师吗？全市场没有一个老师敢这样讲。除了有一档刚刚布局的，那我说过我这个地方有一些往上往获利了结，那接下来我用逢低再布局新的股票，那我希望布局新的股票呢，你要跟上，你要跟上脚步，跟上赢家。我感谢会员持股啊，
四星100%，爱普70%，M3150%，对对，伟创涨停，广达、技嘉今天涨停，川湖、旗宏、英业达，当当大赚嘛。那事实上这些股票呢，我们在上礼拜一就跟大家提到过了，在月初这个地方也是，你不要看这里往下跌，这些股票呢，这里都是往上筑底的。我记得上礼拜之前呢，1月11号，其实这些股票都弄写在标题哈，这一鬼才一选举前喽，1月13号选举，对不对？广达、技嘉、伟创、英业达、四星、M31、爱普，全部坐在教内了，还没有选举哦，布局好啦，所以是大赚。这一鬼才艺嘛，这一鬼才艺啦，到今天是不是还在涨？这一档还在涨啊，今天还大涨。四档股票，轻轻松松，股票多不多？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谈，股票不多，档档大赚。那这些呢，给会员的资讯，更改要负法律责任。没有一个老师，没有一个老师会公开他有几档股票有没有赚钱。那我在这里公开的讲，就这些股票，我负法律责任，都没有更改，全部赚钱。选举前呢，这一档那时候盖起来，因为在布局嘛，川湖对不对？川湖最近呢连涨三天，整理末端啊，有没有错？没错嘛，这个赚一倍啊。旗宏今天主升段上来啦，那另外一般会员来讲呢，你像英业达、伟创，那另外布局的股票也往上走嘛，是全部赚钱，股票都不多。股票不多嘛，这要负法律责任呢，都是这些股票啊，这叫操盘，不是话术解盘，一大堆老师话术在解盘。那如果现在呢，赚钱能不能来得及？要不要追？跟着我做呢，绝对不追股票，这是对会员的承诺嘛。所以我不止全部大赚，我还赚一个大波段，因为我都低买。想一想呢，今天带你追的老师有赚吗？那接下来呢，哪一些股票是筑底的？看到很多都大涨上去了嘛，那我准备好了，你要跟上脚步哈。这还没涨啊，它是还没涨。这一档是不是刚刚起涨？这一档是不是头肩底？这三档今天表现都不错，都还有机会逢低买进哈。我说机会它不会等人。赚钱不能慢半拍啊，满天金条，大家在赚钱，你都对不到顶。那重点是你不能赔钱，你不能老是去追涨，你要坐轿，让法人抬轿，这样你的会费才有价值嘛。那我就是有这个本事。那现阶段来讲呢，大盘在这里连续涨两天以后呢，它会震荡整理。那接下来呢，还有什么股票可以买？带你进场布局，这个优惠务必要把握红包行情。我们休息一下。
姐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贺成通投顾吴老师，会员持股，世新100%，爱普70%，M3E50%，伟创涨停，广达、技嘉、川湖、启宏、英业达，当当大赚。今天特别推出168红包行情专案，下一档标股务必跟上，速洽专线02-2752-5868，02-2752-5868。法人顾问吴老师，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财富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欢迎回到现场。见大盘直接开高，在高档震荡。那我说过呢，如果你今天开高去追的，多少会有担心嘛。但是我们会员很轻松。你像伟创、英业达、广达、技嘉，对不对？我们买进的平均成本的跟华人是一样。所以今天做轿赚钱很轻松。刚刚也秀传真稿啦。那这个呢？有赢家，有特别会员，恭喜川湖触及涨停，对不对？林三红，这什么？这尊龙会员，旗红触及涨停，进入主升段，对不对？尊龙会员，那接下来还有没有红包行情？今天外资又买超了，又买290亿，这两天加起来超过1000亿了嘛？但是还是要注意哦，专注操盘，低买，我一直强调低买，不要追。涨上去的股票，除非有拉回，拉回可以逢低买，那不然就找一些筑底的股票去进场布局，对不对？这些今天继续涨，明天再往上涨，不要追，不要追，我一直强调低买。要赚钱呢，当然要做功课嘛。满天金条，至少要抓一条啊！至少你要抓一条，一大堆上涨的，你要跟对老师，跟对赢家的脚步嘛。那为什么这些股票这么准，法人都在买？那我说过呢，我在操盘30年经验了，该出手就出手嘛，包括选举前。选后拉回重挫，我说外资他在压期货空单回补，那是那几天下跌 AI 股票还是涨嘛，你要出手才赚得到钱，不是天天在解盘解技嘉为什么涨停，会员没有用啊，我们是赚波段哦，证据都拿给你看啦、啊。又涨停了、啊、这中低价股对不对？不是都是高价股才会涨，重点是你怎么锁，那这样就很安心嘛。你像技嘉，当你安心续报，它尾盘拉起来你就继续赚嘛。旗宏，我说展开主升段啦、啊，今天就涨停啦、啊，光是最后这一笔锁缩起来，就是2亿的资金了、啊。谁有这么多钱？谁有这么多钱？那为什么我能做轿？我已经赚波段了。那你看到一些大涨的，赚钱来不及，川湖就来啦。林三红今天盘中还有涨停嘛？
中航是最近这三天才涨哦，这个地方最好布局的机会。那我们刚讲了1月11号传真稿，我们就买进窗户，对不对？就等，那这样子三天是不是大赚？伟创对不对？事先讲，我几乎在1月初，所有的标题节目标题几乎都谈到伟创，谈到英业达，谈到广达，谈到技嘉，最近又一直强调旗宏，上礼拜跟大家谈要展开主升段了，每一档都大赚了。那大盘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再看一下美国股市汇办创新高啊，纳斯达克创新高啊，道琼的创新高啊，全世界都是多头，红包行情该赚你要去赚哈。那大盘在这个地方，我们除了事先像四星、像 M31、像爱普以外，这些股票是一档一档操作，机会都在啊。事实上你都赚得到，你一定赚得到，只是你看不懂大盘，你不懂法人，所以你没办法做教。所以我说你要跟对老师，我带你低档布局，这些都是低档布局的股票，一档一档往上走，对不对？会员手中持股全部大涨，全部大赚，我负法律责任，会员手中持股全部赚钱。那这个优惠呢，红包行情满天金条，你至少要抓一条，对不对？这优惠你务必要把握住，168专案带你进场布局，谢谢大家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旗子走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准备上车。到哪里啦？快到台北了。啊，我们要去高雄哎。